接受不了，受不了。因为我觉得那种生活是能够增加两个人的感情的，不是的话觉得很难会有那种纯柏拉图的，就没有的话两个人肯定会有一方会出轨，不接受。人都是有需求的吧，无性不是很奇怪吗？我不行。为什么？睡都睡不到，那为什么要结婚呢？就是啊，多少家庭因为这个事情妻离子散，对不对？不行，感觉没有感情。对，柏拉图的爱情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怎么存在了。这种接受啊，挺好呀。结婚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那个吧。嗯，我不能接受，因为要传承后代啊，那就证明他不爱我呀。就这两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了。无性婚姻我不接受。不接受。没有灵魂呀。我接受不了无性婚姻的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嘛，性爱性爱嘛，现在有性才可能会有爱，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所以我觉得接受不太了。我可以，我也可以吧。因为我更注重的是那种精神上的吧，就是你要爱一个人你才会去做这件事儿，如果不爱的话就也可以不要，或者他比较差的话。他没有体验过，他不知道。其实我对男人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接受不了，生孩子嘛，怎么能接受无性的婚姻？接受不了。白羊，我高中有个朋友就特别花心，很容易喜欢一个人，然后喜欢一个人之后又很容易喜欢另一个人。狮子吧，因为我同桌狮子座，他就特别花心。有一个闺蜜就是这样的。我处过好几个，我处过两个射手男朋友，他也处过好几个。就是对你特别好，然后对所有人都特别好，大型中央空调。处女吧，身边有一个吧，和一个男孩子啊，就觉得好像就是差不多是很花心的样子。我认识的双鱼里都比较花心。我身边的朋友有双鱼的，我觉得比较花心。射手，射手啊，因为接触过射手最花心，因为我就是射手。双鱼座吗？还是什么座？处女座，感觉吧，就是对所有人都好。同居的好处啊，就是能够更好的认识对方。不好的地方就是可能婚后就没有那么多新鲜感，就是会腻吧。婚前就相处过了嘛，然后婚后就索然无味了。好处就是大概就是每天可以睁眼看到第一眼的就是喜欢的人，这应该是每天特别开心的事情。但是不好的话我觉得不太安全，对女孩子自身也不太好。同居的好处应该可以去学习吧。好处吧，增进感情嘛，就提前体验那种夫妻同居的生活。不好处嘛，就双方的缺点呀什么就提前会就是暴露出来，然后有可能会在感情上面有可能会有出现问题。对，就是说两个人谈恋爱的话，以后要是想结婚可以提前试一下，这就是好处吧。不好处就是我觉得对名声不太好。要是你谈恋爱的次数比较多的话，然后就你跟就很多男生一块住，对名声就不太好啊。好处就是能看清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好处的话也是能看清一个人产生美。对对，就是太久了，就是相处到一块儿，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是会把感情给磨损的，就是有一定的距离还是比较好的。就比如现在有的夫妻他们流行的是那个分房，就结婚以后分房，这样可以保持就是那个新鲜感和感情的新鲜度，我觉得这样是也是不错的。你上铺的兄弟吗？可以。好处的话可能就两人关系会更亲密一点吧，培养感情。不好的话就是花销，第一个就是有，然后就可能距离太近的话会距离还是产生美吧。但我想的是我应该不会找一个想跟我同居的男朋友。好处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吧，不好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学业。做不到，变了，时代变了，现在又不是多少年了。婚前先同居其实挺好的，又能发现对方的那个什么缺点啊，适不适合结婚这些。我觉得就是感情到了的话也可以理解呀，因为现在都已经21世纪了嘛，也不是说不结婚就不一定不能同居。我觉得时间肯定也是一个问题，你说不可能刚认识两个人就同居了，到了一定的时间段这种事情我觉得女生应该也。婚前不同居啊，有能做到的。
看什么人吧，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强势的人所引导，所以可能会暂时性的遗忘原则。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因为傻吧，不要太相信爱情。我觉得很难做到吧，因为大家就是现在在这个观念哦比较开放一点嘛，然后就是基本上就很少有那种特别传统的吧，是社会的影响吗？我觉得这个要看个人吧，个人的修养跟教养吧。一般就目前现在这个社会的话，就也有少数吧，也有少数女生也是会可以的，对人不对事吧，就可能大多数人还是比较传统的吧。同居的话肯定是会有那种同居关系的，不太能接受这种太开放的关系。我觉得还能接受，因为就是婚前同居它有好处也有坏处，但是就是只要你不是那种滥交的话哦就可以呢。其实好多人都会选择渣男吧，但渣男因为收拾的好看长得帅嘛，然后都喜欢渣男，可以能聊到一起吧，然后就比较好玩一点吧，到处撩小姐姐吧。啊，渣男吧。可能就比较会说吧，老实人可能坏起来比渣男更渣吧，渣男可能就已经习惯了就是以这个原本的样子吧，但是老实人一旦说起来渣的话可能就是比渣男会更渣的。现在嘛，如果你是要结婚的话啊，我觉得还是找个老实人比较好，我觉得谈恋爱的话还是找个自己喜欢的比较好。就看我喜欢哪一个呀。我碰到的渣男会撩啊，就会让你每天特别开心啊。你跟老实人我觉得一般都比较无聊吧。老实吧，这样的话会把爱你天天挂在嘴边跟你说，像老实人他不管有多晚多忙他都会跟你说早安晚安这些，这样的话就不一定了。我会选择老实人。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老实人比较靠谱一点，就是可能以后不会出现欺骗呀这种事情。渣男很花心的，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大暖男的类型，然后老实人的话，对，老实人他就是一张白纸，我感觉这样男生比较靠谱一点。老实人吧，在我眼里嘛，老实人就是比较实诚一些，不会说是沾花惹草呀什么的，会给我一些安全感。会选择老实人。老实呗，我也会选择老实人。因为现在嘛感觉老实人的话还是比较实在稳当一点，就像谈恋爱一样，你说你要在爱情里面你要选择渣男的话，毕竟就是要两个人要生活的时候肯定是要一直走下去到白头偕老，你不可能跟渣男就一直，他可能不会付出什么真心什么的，会一直玩你，毕竟你跟选择老实人是个正确的答案嘛。哇，一妻多夫者，然后我希望就是每个性格的都能给我来一种，就是我可以跟不同性格的人相处啊，当然我希望他的性格就是都是我喜欢的那种性格，那就每天过得很开心，然后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很安静的男朋友，然后我就有一个很安静的男朋友，我很开心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开朗的男朋友，就这样两个，一个赚钱一个就一妻多夫制最好，就喜欢。你有没有男朋友？有啊，各种小哥哥是不是？一妻多夫制，那得看男朋友是谁了啊，就要有李现就够了。不要想修正王一博。不要不要不要，就要李现，只要李现，就李现那种类型的就可以了。只爱李现一个人，此生只爱这一个人。我还是选择一妻多夫制吧，就是赚钱的，做家务的，疼我们的。不一样，分工不一样。两个吧，一个赚钱养家，一个在家收拾。一个赚钱。暖男。我想要刘昊然。然后李现一个，对我好就行，看需求。我偶像是华晨宇嘛，对，那我肯定希望他给我唱歌。对，那像肖战他们的话那肯定就特别帅呗，放家里看着就行。是我喜欢他嘛，然后我追了他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最后就反过来给我发信息了，我也不清楚，我也没问，他就说他那会儿觉得我长得不好看，然后就不喜欢我，但后面就不知道为啥就在一起了，就我觉得他那会儿主动拉我手吧，我觉得就应该是就是确定了，就这样确定关系了。我当时就是其实就喜欢他女孩子挺多的吧，我当时就是跟他就只是在正常聊天嘛，然后他当时突然就跟我讲说我打算把其他小姐姐就都不跟他们讲话了，我说怎么你这两良心发现了吗？他就就要我一个人这样，
然后就跟我说了好多就是他之前家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一些生活经历什么的，然后我就大概懂了，然后我就那行吧，然后就在一起了，就一见钟情，第一眼就是感觉就是特别喜欢他，就感觉看足球的时候，然后就看完足球我们就在一起了，经常跟他同桌，然后就他就对我挺好的呗，然后就时间长了就对他就有意思了。我给他买了一瓶水，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等到哪天你离开我或者我离开你我再喝，然后他就说保质期是12个月，我是说那就要等到过期了，然后他说过期了我也喝，就觉得好感动。当时在一起是在一次旅行的时候，然后是朋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然后当时感觉性格也挺投的，然后各方面都挺合适的，就在一起了。我其实他也能感觉到我对他有好感，然后我也能感觉到，但是是他先说的嘛，然后他说了那我就同意了，就看对眼了，就一见钟情嘛，做啥事儿就特别周到，就不用我去考虑，就比如说出去一起吃个饭，他会提前想好，就知道我爱吃什么，会提前找好，知道我下课什么就直接来接我，就什么事儿都不用我操心，然后我喜欢的东西也会，就我是主动的那一方，然后就肯定也是表白，就跟他一样，然后我们俩在学校里都是躲着不敢见面的那种，互相躲着对方，都比较害羞，也不敢太张扬，所以说肯定是得躲着干。我觉得有必要，因为就是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对方，如果在婚前没有同居的话，就感觉没有真正的了解对方。觉得看个人嘛，就是他们想同居可以自己搬出去到一块住，有经济支持的话，没有的话就在学校里也可以谈呀，都是他们自由呀。我会先问过父母吧，父母同意可能会跟他出去同居，不同意的话我可能会继续在学校里。大学生谈恋爱没必要同居吧，我觉得大学生最起码还是个孩子，还没有出入社会。我是那个怎么说，对于我来说，我首先我是个不婚主义，我是个不婚族，就是对于就是那个同居这个事情的话，如果放到我身上我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那个自由是比较重要的，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儿是有的东西是会被束缚住，就是很少有自己的空间，但凡自我的空间少了呢，我觉得两个人就会起矛盾，然后起了矛盾以后感情就会变质有问题，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一种事情，就为了维持感情更好，就是各自给各自一定的空间，不要把对方逼得太紧，就这样。就我觉得看个人的自己怎么想吧，有些人他接受不了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同居，但如果接受并且就是喜欢的话就可以同居吧。其实我觉得同居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当时就比如说父母不同意或者有什么就当时出现什么状况了，说不定会改变一些，就是当时会有所改变。对，我觉着没必要吧，因为我们学校来相对来说的话查宿舍比较严，就是而且同居的话在外边可能要租房子之类的，花销也比较多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同居吧，保持一个距离。我觉得没必要，就是我个人比较保守而已，所以就觉得没必要同居。这个看自己吧，如果真的能到谈婚论嫁那一步也可以的吧，因为我对象上班我在外地上学，所以我们俩不能在一块儿，所以他家也跟我们家也不在一块儿，所以选择就没有办法。你说前男朋友中了500万彩票也会啊，因为我跟他分手又不是因为钱跟他分的手，因为我跟他分手肯定是因为其他原因跟他分手嘛，他有钱没有钱，再说我肯定自己也不穷。会，因为如果分手的话肯定是有原因的嘛，无关于那个钱不钱的事情。我想如果我还喜欢他的话可能会在一起，不喜欢的话再有钱怎么样我都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就算他有钱我觉得跟我也没有多大关系，那是他的钱呢，我又不可能去花他的钱。所以啊，因为我不喜欢他，为什么不能分手呢？他中500万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在我这儿可能我还小吧，就觉得感情最重要。男朋友中了500万，那分呀。我觉得我会，因为已经分手了，然后那女孩子都比较爱面子嘛，然后我觉得我还是会和他分手的。我觉得钱不钱都无所谓，我觉得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总归来说呢是别人的钱，除非他能把我娶了那才是我的钱。能花是能花，但是觉得花别人的钱不好。
好了。对，心里有压力。我觉得不一定吧，如果是那种吵架的分手，有可能是闹矛盾分手，然后也有可能是真的不喜欢了分手，但是看个人吧。应该不会在一起了，因为我觉得既然已经决定分手了，那肯定是很多原因吧，在一起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先得看他爸妈是干嘛的吧，然后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因为贷款这种东西可以先慢慢还嘛。就是如果他爸妈有钱不想帮他，然后他才贷款娶我的话，就这种情况就可以。要是他爸妈也没钱，他也没钱，那可能就唧唧吧。我觉得现在的女孩子可能都会比较现实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应该不会，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经济独立的能力。我跟你结婚是希望两个经济独立的人在一起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然后有更好的条件，可能对以后的家庭也好啊，孩子也好啊，都会相对来说会更好。我花了那么大的心血去组成这个家庭，我还要陪着你去还贷款，而且你给我的理由还是你为了娶我呢，我觉得我不能接受。你应该不会吧，他说贷款的话就算了吧，我怕他还不起。会吧，如果真的是感情到了可以结婚的地步，应该就会，就是这些问题应该在之前应该就要考虑吧。如果两个人已经到了可以结婚的地步的话，应该就还是不会改变选择吧。不接受，我觉得在结婚前吧，两方都不能有那个负债。我不愿意，我也不愿意，两个人结婚就不要有压力就好了，贷款来结婚完了以后还要还贷款就没必要。我觉得贷款娶我也可以，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吧。如果真的在乎一个人的话，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别人我不知道，我觉得没有那么在乎吧。那就看他值不值得。现在也是个穷光蛋。他不贷不贷款我都会。如果我喜欢他的话会嫁的呀。对对对，但是他不能贷款。要房子，小孩生给他的呀。对，因为他都要跟我离婚了，自己的孩子自己带呀。对啊，而且我觉得就像现在的小孩子，他只要活得开心快乐，父母也会陪他呀。就算我跟他爸爸离婚了，但是我还是会跟他爸爸定期的时间带小孩啊去玩呀这些的。肯定要小孩呀，因为房子可以自己再买呀，但是小孩的话不能让他爸爸祸害了，因为孩子必须要自己养，尤其是要当妈妈的，因为毕竟男的的话他心粗一点，我觉得可能在看孩子这方面我觉得没有女的细心，而且在教育方面的话我觉得当妈妈肯定是亲力亲为的。要孩子呀，因为孩子是我生的，我要房子干嘛，房子又不是我生的。对呀，肯定要孩子呀，那身上掉下来的肉哎。要房子吧。觉得就是先得自己安身立命才可以养孩子吧。对，先要考虑自己，然后再考虑其他孩子婚姻之类的。要房子吧，因为我还没有孩子，我体会不到做母亲的那种想法。我也想要房子。孩子吧，自己生的呗。那还是要孩子呀，那你经济状况不好，你不是还有手吗，不会去赚钱吗？如果说真的到那种地步了，应该是孩子吧。我觉得所有母亲不是都为孩子着想的吗，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孩子，可能是选孩子吧。